葱爆肉的做法步骤。一、葱切斜丝，肉切片。二、肉片加淀粉、蛋清、糖、蚝油、老抽、盐、香油搅拌均匀。三、热锅放油，倒入肉片，迅速拔开至变色，倒出控油。四、锅中留底，要爆香，将丝泡搅。五、倒入过油的肉片翻炒，撒入料酒。六、入葱丝翻炒片刻即可。七、成品图。